位于白蕉镇大托村刘家环，冲水依依，鱼塘点点。以往杂乱无章，存在不少安全隐患的塘头棚，已改建成一间间崭新的小洋房，形成田间地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杨培建是大托村的水产养殖户，他在刘家环君安围承包了120亩鱼塘，养殖白蕉海鲈。此前他自己搭建的看护房是用铁皮盖的临时窝棚，非常简陋，大晚上看护鱼塘住在那里，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。当时呢就好惊打台风嘅，一台风呢就好惊嘅，但系依家呢就放心好多啦，佢咁样搭到佢又企立咗好多，又安全好多。如今杨培建的看护房已经变成了一座明亮整洁的两层复式小楼，灰色的外墙，墨绿色斜坡屋顶，搭配白色的铝合金门窗，室内地面铺设了米色地砖，一楼右边为农具房，用来放置农具或杂物，左边是小客厅和独立卫生间，二楼平层放置了一张床和一套桌椅，是杨培建的卧室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这俨然就是一座精装小洋房。承建方相关负责人介绍，看护房整体为钢结构，外墙板材为高纤维护外木，防潮防紫外线，屋顶安装了隔热层，烈日炎炎也不怕室内温度飙升。此外，每座看护房都设置独立污水处理系统，还配套建设户外电箱及发电机，切实保障农户的日常需求及用电安全。养殖户只要添置家具便可拎包入住。而且呢，这个总的面积呢是15个平方，是还有另外配套呢，有厕所啊、电水这些东西都配套齐全，就农户呢装起来以后呢，他就可以自己电一接水一接就可以自己可以使用了。这个呢我们都是通过他这个设计院呢给设计的，他的这个根据他的计策，我们呢打了个桩，每个房子呢有6根桩，3米的桩打在下面，我的以后呢再跟这个焊接起来，确保呢这个当时设计的这个是最大的风力可以到16级台风抗。据了解，目前我区的农业看护房结构有混砖结构搭建和铁皮棚两种形式，主要集中在白蕉和连州这两个农业大镇。作为鱼塘养殖看护房建设示范点，白蕉镇大托、东围两村的看护房要进行拆旧建新和翻新改造，换成结实坚固、耐用、美观的活动板房。按照规定，每10亩鱼塘可配套24平方米的看护房。白蕉镇大托村、东围村鱼塘养殖面积约3000亩，将建设180座看护房，目前已完成150座。据介绍，将对全区近20000座的看护房进行整治改造，范围包括鱼塘、果园、菜地、农田、绿化苗圃等农业生产用地范围内的生产用房。